一想，这个换手运球再切进来，哎呀，哇，都换手变速了，还是被打了火锅。但是第二场目前还拿了拿了九分的。别急，哇，哎呀，这边 A 四，哇，两个切入，哎呀，再次遭。球到哪里去？还是被碰掉，真的被。45秒钟，第一节比赛结束。美国的进攻，纳尼夏这个球号控球跟二号这种外线射手的位置，正好这也是他的专长。所以，进攻时间剩下6秒，球到纳尼夏，哇，还是没躲过。这个球技不能太差，好羡慕他，会被人家笑，很惊讶。哇哦，隔山打牛啊！你在锦标赛就是所谓 tournament 当中，你说两种方式嘛，一个就是进入到 NCAA 锦标赛，啊，但是，有切进来又被封掉，6-7比42，又一个，三分球也让我们刮目相看。法罗先不进的出手，这个球拨出来，还是日本队的。人风直接给过来 ，and dry，thank you。直接往篮底下给，哇 ，and dry 这边又是成功的影响到对方的出手，会有莫大的压力。哇 ，and dry。哦呦，第三节可以迅速的找回比赛的节奏。这球又弹得出来，现在分差算是被日本队给缩小哦。直接飞上去的 end drive。上半场在第一节啊，两边的手感找得还蛮快的。哦 ，end drive 来了，不过今天下午这个1点时段的比赛还这么多人进场的原因之一啊，因为菲律宾的球风其实打狂起来还蛮可怕的，而且球迷特别的嗨啊。哇，等一下的威力啊，是，而且接下来伊朗队的出手就要小心了，因为空中的球可能都会被打下来。哇哦，球到拉尼夏再勾出来，防一下之后呢，再传个四度角，这边出现机会没进。这个球最后还是回到萨哈里安的手上。哎呦，又要再挑战 Andrew， 但仍旧是15分15篮板。像有些球队就需要洋将每一场比赛要贡献25分30分左右。不过 Andrew 现在看起来跟其他队友搭配起来他很有用，可是当他到 SBO 之后，他一个洋出手。这个球，哇，结果被 Andrew 盖了一个大火锅，被过了 Foden 的顶身而出。他个人能力太棒了，一对一投篮，节奏的掌控。这个球最后还是被 Andrew 给挡了下来。因为身高够高啊，而且又可以砍三分球。杀进来之后，球被拨掉。哎呦！阿尔根廷，哎呦，吃火锅啦！他 Spencer 又轻松上篮，太老练了 Spencer。哇 ，Andrew 又来一记的火锅。Singletary 篮板下来，凯燕突破，哇！今天到目前为止有输的部分，菲律宾还比较多。哇，去塞内加，球来倒出来，博伟切进去，哇，又。